你两个人做一个饭店嘛？小狗被惊吓。静宇，你先听我讲，你先讲。也不会做检查，安尼就当证明我甲子欣是去用黑药食。我无想要再看到你啊！你走。静宇，你慢走。静宇。静宇。阿爸，这查某是阮妈，阮爸哪会个跟伊两个人做伙去饭店嘛？小狗被惊吓！静宇，你先听我讲，你先讲，也不会做检查，安尼就当证明我甲子欣是去用黑药食。肯定有问题，人不是我，是恁查某。我台湾是无政府啊，小。对呀。你真正是机的呢，一个人写剧本，然后做导演，还佮有做演员，我真正就佩服。廖明志不是讲我也袂甲伊性骚扰？阿姨心灵受创就严重诶，我现在已经要叫你欢喜，搁有当笑。廖蒙之甲许世伟，绝对甲正恩的意外无关。阿是啊，阿你敢真正叫我单挑是阿是啊？阿这件代志，哪甲你有关系啦？我罗在英对小雨诶，嘛无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，我一定要赶紧了解清楚，看小雨是毋是已经彻底反背我。假使讲伊真正是我的后生，我就无可能让伊继续做人家啦。我一定要甲吐出来。这杜光亮已经来高高地，看起来是袂收煞，自身的心事早来解决，我一定要紧处理，看免等伊搞崩。刚哥，刚哥，伊真正知影，才像你这么卑微的啦。我无想要再看到你啊！你走。静宇，你慢走。静宇，静宇。